주로 마고 나양 네와 고를 해야지 네와 고를 요리 샘지 용이 너도 속지 않으면 네와 고를 요리 네와 고를 요리 주로 마고 능이 능이는 늙고 요리 능이 고를 요리 네와 고를 요리 네와 쫓아보는 느낌이 별로 죽었지 네와 늙고 요리 말해 그래서 내가 지내는 답이 주로 감수에 따내야지 주로 난 샘시업이 있지 느낌이 별로 없어 느낌이 아니지 이랬다면 你要在每个人的话差别里但是呢在世间法上每个人呢都希望得到快乐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佛法的这一部分的话那么单单借着这个世间法的这一部分的是无法能够真的到快乐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都希望能够远离痛苦但是如果没有佛法的修持这个部分的话那么是无法能够得到究竟的这个 快乐离苦的那么呢这佛法的部分呢事实上它是从这个内心从我们内心的开展能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离苦得乐的这个部分但是第二个经历这里他拿不了求往我打了的就是求得了就是南瓜三界的主人的这里我用地上的用马的人的这里打得嘎巴的三界中间的我做的这里三界中间这个这里 当不上就跑着特别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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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上就
讲的哦，他农民农民没法做，他在哈佛说农村。开口跟他说，都是你们工匠的。对，当不呢？当不呢？对，我们是当不呢？开始送药，可以。没有他就接纳别人，他农部去过的，他说农部没到压杆，这样的话，农部去过的，我当地农部的人，晓得吗？当地就哎，就那些做啥呀？有的农部就他国家的有的，这个农部的刚用的农部的常见的呢，县的国家过来的，县的我讲的农部的商务的，商务的杂些过来的，农部的用的搞的什么商务的有的。他这个商务的人，他接到了我，去他们就到社会上去。据人民县民用心的，县长嘛做啥的了？他这地方做的，县长嘛马云呢？等于农民没把东土不要嘛的，农民找县里那里要来做，一定是东土不嘛的变了。没到商务的呢，没到个卡多用的农务的用的，他妈商务用这个通嘛，从从中间。这个这个这个他们说我忙我但是这个嘛这个我去了没到少物的地方没到你少物的地方那都来了哦没到了没用的地方少物的地方还有这个我们都上不了了这三年的人样这样子大家的我就他们就到生日的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所以那我他们生日的这个苦辣的大地的人我吃这个雷沙丹可拉特表的是农民早晚他们就当地的游戏农民们就当地的游戏那么就我们时间法时间而言呢那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呢那个我们希望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两个茂密的树那么上面呢开
的大树，但是呢，佛陀讲呢，事实上呢，这棵大树它是有它的根源的，它最呢，就像在佛法里面就讲，事实上所有一切的根源呢，都是我们的心，可以讲我们的心呢，就像这个大树的种子一样，所有一切万法，那么都是由这个心而升起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调伏自心。所以呢，讲呢，清净自心，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如果心不能调伏的话，那么事实上痛苦呢是无法能够止息的。所以呢，就以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这些花，看到了大树，事实上呢，进一步的我们要了解这些花树呢。那么它是由它的种子而升起的，那么花由种子升起，那么这个种子又是由什么而起的呢？所以呢，佛陀呢最终就讲，所有一切的法，那根源都是由我们自心而升起，所有一切的幻象，那么都是由我们的心而起的。由于我们的心，那么无明烦恼造业的缘故，所以呢，有这整个轮回的各种的这些的境。可以讲呢，这个轮回是由我们的我执而升起的。因为上一个被纲领扩化的纲领所扩化的大的什么的，没把你大的东西给弄死，大的你就大不起来。这种上一个大没挂了大的就让人生，甚至这种方生方的上面的哈佛什么大没挂哈佛就对了。这个大的感觉有一个那话通满的话是大的话是成就的生活能够达到这个沙发鞋吧不把它干吧红色吧你妈说吧那就他从生活的这个这个也错这个方面的这个也是我们讲到的你多呢是哪方的生命的东西在哪里妈妈生出他的大家感觉说的他生大过的一个光家生的大光家生的人马大人让生的有一次生的人刚才有生的人刚才工作的那么光我就通过了那么多的地方他们地方你他就卡卡切了地方过了地方就就生的人过了就没过了就没就生的人过了因为不能破坏了心经常接拉是你瓦当到当时的你瓦可以走哦这你瓦就可以这你瓦就叫可以这你就去过去就你就你瓦找了头下有没有我就可以我这就上这里是吧去去把它上这里去去如果就上这里过那就过了所以他就不能去碰别这些东西我上去对吧因为有的上界的人马的人杀的人要人不要人因为上界这个可以推论上界的人呢大地的怕冲突的人上界知道这个大地的冲突的人这大地的贵他大上界是对你这个身体要做什么大的人要做什么身体上查工作查的人上界该给他的大地的查什么这最好的人由这个无执而升起的。那么佛陀讲呢，众生呢，在这个无我的情境上，那么就虚妄的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那么由于呢，内心里面不了解，事实上呢，这些是无我的，但是呢，却执着我的缘故呢，所以呢，整个轮回的情境又这样子无他的产生。那么如果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个无我的话，那么这个轮回的情境呢，它才会。才能够平息下来的。那么，因为无始以来呢，我们这种强烈的我执的缘故，所以呢，佛陀也讲到，事实上呢，众生的心的体性呢，它是无我的。那么他讲呢，心，我们众生的心性呢，它是甚深，那么清明、极静等等呢，它是具足各种的特质的。那么。
那我们要认识到所有一切的万象，那么都是从我们自心所生起。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在禅修当中，我们就要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那么在关照这个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呢不要像把心呢向着外境，而是呢反过来真正的看着自己的心，这样来关修。那么在我们关照自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我内心呢有各种的这些念头，有这些善的念头，有恶的念头。那么我们也会认识到哦，这些善的念头呢，事实上它就是啊成就快乐的因，而这种种的恶的念头，这些造成痛苦的因。那么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希望得到快乐，那么就必须要知道，那么这些快乐的因是什么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啊累积啊这些快乐的因。我们讲呢，这些快乐的因，其实呢最终的根本就在于善心以及慈心，也就像一种慈爱的心呢，当你发起的时候，那么自然我们那种坚强的我执呢，它就慢慢越来越减少，越来越调伏。所以呢，佛陀呢也比喻讲呢，他讲众生的心呢，就如同这个啊大海一样，它的本质呢是如大河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众生的心呢，它却呢结成了冰块，像冰块一样。你这里头的我们家里住家的人忙不了的，这他这个东方也太不了的，趁早吃早点呢，这对这个人没得日常拉都不了的，日子间跑着我长眠拉不了的，这趁着拉呀跑不着的，这趁着拉不了的，他经常没动静，没不到那个，没吃上没到地方那里的，这地方是哈不了的，对不对？最好嘛，我们现在拿出哪里那个药嘛的，他们说你可能不让我们一个几个药的，现在哪里那个药嘛的，哪个嘛那个那个药嘛的，这个就是等于，哪里这个马扎克帕的，你当好娃子，你们这个来啥当娃子都不是他们，怎么当都不是当的药的，你可能上网上呢，这让他去查查吧查查，有多少把结的。南瓜山地不忘掉呀，对啦，你今年上地上这个不容易，这南瓜山地不解决的。那么还是冬天下雨呢，我趁没得雨下雨了的，多半是热的。我呢就大地的热的，大地我呢，茶冻的，茶冻多半是出热的，这下雨了的。越这样子上家，你这个人你有什么麻烦呢？好多热死啊！我哩，等于弄不住，你就搞出去了嘛。多年下过干的，这个咱南瓜山这个解决不了的。三百年多年冰结上去了，这光年上，他这多年下过，全部下过，我就下不了的。那你冰结三百年，你这个光哪出来？你没完了，多些出去了嘛哩。差不了多少年嘛，兄弟。这个咱们三百年冰结下，多少多少年？没有国家人嘛，什么的兄弟是结不了的。那么，当我们将来关照自心的时候，我们呢，透过这样的观修，一开始呢，我们甚至会觉察到，好像这个身体也是没有的。甚至进一步观这个心的时候呢，最后呢，发现连这个心呢都是没有的。那么一切呢，轮回的一切好像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在这样的观照之心，虽然认识到了这个空性，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对我们的内心呢，仍然是具有很强烈的我执的。所以呢，因为这个我执未调伏的缘故，我们呢仍然呢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啊造各种的恶业。所以在这当下呢，也想到我们需要最根本的去需要先发起这个啊慈悲心。因为呢，虽然透过这种空性的了解，你知道这个心是没有，一切是空的，但事实上呢，因为我们具有我执的缘故，我们自己的心呢仍然就像那个啊冰块一样。虽然我们知道冰块的本质是水，但是如果我们不以这个慈悲心来将这个啊
我执烦恼呢，在融化的话，那么仍然呢，我们是会不断的这个造业的。所以讲呢，透过慈悲心的啊发起升起呢，进一步去啊了悟空性的这个意义。那么如果呢不修慈悲心的话，那是无法能够跳过这个烦恼，那么呢就更不用讲那个真正的去证悟这个空性。因此呢，慈悲心的这个修持呢是啊非常重要的。对，你看他三八等境界是龌龊不呢？当你切他的那个必须怕呢，三八等境界接触不哪里？你看他成就界呢，那多妙的，一张片，他说都叫做他说王子，这些两个王子那多妙的，这三八等境界还等冲撞，三八等境界冲撞最简单。多少都还都拿不差不了，对没得更多的麻烦的，但我短短年搞了这么多的，拿不动的。我直接到这里搞了，就把它抽不到没。他们我们这你妈日啊，我日的讲啊，我知道嘛，他要交给一个不知道的领导听过的，还是听过的呀。但是呢，我从没得更多年的要的，他上了房子，没得更多年的要的。就落在那个身的，就落说他不是身就把人你看看大过了。我后来你话我用的都是我用那里，你那后来见到我还不差什么？呀，那里还不差什么？哦，上帝的手那个没得啥用，到上去了，哦，上帝啊！但那里你话不上帝我用，哪个赔的钱是上帝的？哪个赔的众生？大家没上帝，我们不来听。上帝是杂七我一个，这样好了。上帝是我们什么来的？我肯定要多做。这个是为了我们两个多的上帝吗？很差，他把人弄我们好像好像多做。上帝同样的把他给上帝给错了的，好过了上帝就这样，他对他不打不走。上帝是哪里听得懂上帝的？上帝是说说的朋友吧？一个上帝，一个说说的朋友，我哈不能对上帝光宗耀祖的。
具有这种慈悲心的缘故的累积的这种果，所以呢，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相当宝贵的人生。所以从这一层呢，我们就认识到，因为慈悲心的缘故，那么获得这么大的这个利益，所以呢，内心里面呢就会进一步的更想要去真正发起一个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呢，它的力量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具有这样的一种慈爱心的话，很自然的呢，就甚至连这些猫狗等等呢，那么它一叫，这些动物呢，它都会趋近于它，因为它内心里面具有这样一种慈爱心。所以呢，慈爱心它的力量呢是非常的大的，它甚至是遍及一切。啊，上帝有的可怜的，没的可怜的，大家当的，当的为了。总之你就挂上他的牙，你挂上他的那个牙牙，你可以是个长生或者你生不去生，可以去生有人到我把长安的话说话说下长安的话说话可能是谁啊，我说谁不好谁可以谁哦，这块有些什么说什么来的准备给这个上面拿出来来准备几年呢，就这个人数也是他们学长的查到的人数大考成的是说唱的把你唱进学长的查到的人数的是说说你们学长哦哪里学长的是大大妈是没人知道你让那有学长查到的我妈妈就压下压下的我啊说的那个身体把人给他们的学长的查到的我好管这第一年的牛木瓦的这多少种种类的牛木瓦种，当牛木瓦好不稳定了，那不结了，那不开心了，然后查完了把牛好不稳定了，稳定那不一定会稳定过的，对不对？他们可以说，那不查完把不让把血当的，查完你多花一些。然后就查了查完一万也都可以查查干净了，我今年真的不查嘛，人不多也是动荡的这个要的这下子哦，他们就一个这一样不是如果说如果有查查完的下子什么这接着错呢是让这个错误你是让这个是让这个但我哪都是不是让这个不会我们这个人不查嘛哈这个一点哈人一度就会把哈佛对这个大家的工作上就吃人数对了对对当工作上就吃人家哈佛呢对这些你们把这次就把咖喱吃了炸的人是上次不是这是下次不是这不是现在呢这些老头你们把你工作哈佛呢炸了下次不是都是连刚才工作那都会是生存工作呀对啊人查当的比我把我的这张票子怎么说的给人当过各种啥叫成为给人啥话的年纪是多的那当年中间三年我妈妈说的讲的我说怎么讲该是讲啥这个讲的我也讲的讲的这倒是帮我画过来我不认识继续来讲呢
那我们这样去观察呢，知道说哦，这一个不是呢，他能显现这样的一个信心，是因为他内心里面呢具有很强烈的这种嗔怒以及嫉妒的这样的一个习气的缘故呢，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种展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就要转念呢去观察，观察我们自己。那我自己呢，内心里面到底是不是也有像他这样子的这种嗔怒以及嫉妒的烦恼心呢？我们就像下面去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到底呢有没有这些慈悲的善念呢？或者是呢有没有这些这种烦恼恶念呢？那当这样的看，就是反过来关照我们自心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呢会去觉察到事实上呢这些个烦恼，那么它是很多的这些维系的这些个念头。那么呢这些个念头呢有所谓的粗的念头跟细的念头，那么可以总归的就是概略的区分呢，就是这些的粗的念头呢，就是像这些嗔恨嫉妒等等的这些烦恼的念头，那那些更维系的念头就是一些能够导致我们喜乐的这些的念头。所以我们就觉察到，就像佛祖说的，那么呢众生呢有84000种这些的烦恼，我们开始呢就觉察到、觉知到我们内心里面的各种的这些个烦恼的意念。那么当我们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具有这些烦恼的这些意念的时候，事实上呢那个就是所谓的智慧的。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关照，那么觉察到自己内心有各种的这些妄念烦恼，所以呢进一步呢我们身心呢能够去平息调伏这种种的烦恼。因此呢我们说我们发起了要趋向这个觉悟的这种菩提心。那么发起了这样菩提心呢，我们呢看到了这种种的烦恼，我们知道哦，这些烦恼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时我们的仇敌一样。所以在修持当中呢，我们呢需要去加以调伏，加以降伏。如果在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不是要去觉知我们的烦恼、相烦恼的话，那那样的禅修呢，它是不会有多大的帮助的。因为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烦恼你没有办法觉察自己的烦恼的话呢，那么呢，无论怎么修持呢，你都是在这个无始的轮回当中在流转的。因此呢，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种的嫉妒、嗔怒等等这些烦恼，透过禅修，首先让我们觉察到。觉察到这种种烦恼之后呢，那么进一步的呢，我们也会了解到，这个慈悲心的升起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是修行的基础。嗯，这个大家听懂不知道那么个，干嘛就干嘛，哦，没打就说我的这个第二次怎么，就说我麻痒，那个麻痒就算我打了，我那些人还有算我这个打的，我呢怎么样嘞？我们家亲戚他就是一路上我干过的，就那些亲戚都干的。你们我出去过去了，我去那天去，那时候就叫我们去过了上我干，干嘛去干嘛去？没打就说我麻痒，就落了，然后就落现在那身体就把人家那个跌打给烫着。地方就跑到东南门就跑出来，又看看的是，甚至在我地方是专门干活的。他不用留，是到后面，奶奶你经常送来的。
没得这个你绿卡卡的甚至把人们打给当时我们想起这个是你要说话就是永远说话就是一下朋友这全部就当时说这个是甚至说啥的你管他这个甚至能甚至管他是管人的或者你要说就是永远都不能说这国家的这个绿卡卡的这个这个写上的这个查到的这个我写上的然后查到的然后这个对不起啊，刚才讲到说，那么当我们在做观修的时候呢，可是我们可以呢，实际上呢，就去，比如说呢，我们去观察这个众生、这个畜生的人，或者这个动物，它跟我呢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个动物它的心一样呢，也是希望得到快乐，与你同乐。它的心跟我的心可能有什么差别？是同样的，但是呢，为什么它的身形？跟我的身形其实不一样的呢，所以呢，当这样的去思维观察的时候，那么慢慢我们了解到，哦，因为他的内心具有很强烈的这些，比如说嗔怒或者嫉妒等等这些强烈烦恼心啊的缘故，所以呢，他感得他现在的那个身形，而我因为各种业的缘故，我感得我现在的这个身形，所以呢，就了解到啊，这个呢，之所以有这样的显现的原因，在于这个内心里面所具有的这个烦恼，因为这些烦恼的缘故呢，所以呢造作了各种的业，所以呢有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展现。嗯，就是上面当的就是我们的对呢，就是要向你去思维，这就是所谓的观修。哎，学功要忏悔，这样子了解吗？学功了解的就举手的，我的没得这么多年甚至的如何干什么这学功了的，那如果去思维，我们人跟动物我们这个心是相同的吗？这个身体呢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穿起脚底这个穿起身体身体就能看到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呢，身体这个就把你低了一点，就老是能看看差了了，低了一点好好呢。现在佛陀也讲呢，佛与众生呢和心是相同的，虽然一开始心是相同，但是因为一啊，因为缘的缘故呢，所以呢，就造成了啊，佛跟众生的差别。那就没了什么当，到就没了什么当，上辈子咋去过的，我下过的。现在上辈子咋去过的？没人搞的是上辈子的嘛，人没人操作的。这哪里？谁当的差多的？你管他的？这哪里？谁当的哪多好的？哪里有错的？对，当我下到上辈子了，马进了，梦见了，很多听过的我嘛的。所以呢，要知道呢，那么需要呢升起这个慈悲心，因为慈悲心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说我们感得了这个宝贵的人生。那么呢，反过来讲呢，这些啊嗔怒、嫉妒等等这些个烦恼心呢，那么只是恶业，因为恶业的缘故呢，所以它啊产生各种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现象。那么呢，这些都是啊烦恼。所以呢，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呢，需要去啊，断除这个烦恼。那么，在这个因果的思维上呢，我们就会体会到，发起慈悲心是多么重要。
吧呢？那他当时说农业家不能，我做什么家做不了的事，我做什么干的也不啥解决的没有什么的事。今年大年的家里多么水呢？上哪一个来家不多？什么家不多？哪里家不多？那什么干多子？干的。去年的中国别的时候，到三八的年纪的事，三年的下的事。下干的，大家大王家的，那我们咱们家干的去哪？新疆西巴沙的大块地儿，王家的，是哪一的？那都浙江那个大块。哦，俺那都浙江走，没走，哈过去的，那都浙江那个大块，是哪一的？哦，他到那个地方没有上，星期七八上，再来上房子了，就是。啊，我说好可能。那么我们说，我们呢，希望呢，三宝能够救我们也一切的痛苦。那么这个所谓的三宝，指的就是佛、法、僧。所以呢，我们讲呢，当我们皈依。皈依之后，就从皈依开始，一直到救护间、证悟阶段，这之间呢，那么是谁在救护我们呢？我们可以想呢，是透过佛陀所宣说的这个教法，那么佛说啊，各种各种法门，透过法门修持来救护。啊，同时呢，我们说，那么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佛呢，就是当我们在观修的这个时候，那么呢，我们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有这么多的这些妄想念头等等。那么进一步，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这些妄想念头呢，它都完全的止息了。那么这些妄念完全止息的那个情境，我们说呢，这个称之为止。那么在这个止的状态当中呢，你自己觉知，自己知道，你的妄念完全止息的这个知，这个觉知呢，实际上呢，它就是观。다 이바라더니 다 산지에서 취득을 가리 잡으러 오겠나 시작은 네 짬도 마시오 다 나한테 늦게 왔으면 빵으로 늦게 왔으니 다 이놈아 나 똑같아 그러면 너는 나 똑같이 나 똑같이 말거리에 쳐서 것이 네 나를 좋아하자 그만해 늦게 왔으면 생기는 거예요 생긴 나 똑같아 그러지 那都是该结婚，那都是该好的，我那都是要该好的。我们这上班的女的也不会死。我你现在是他都，但你到多少都跟我们写账的多，从那边出发的。农民就农民他写账的差多了也是，这还好成了的。大概是人往里不把他的好不出掉的，好不了的呢，你写不的，但农民也找不着呢，出上班的女的有了。你个跑米的啊，不跑的都跑不过来。但是你要有别人上班是别人跑不过来。哦，但是你要今天都在上班很久了，当你没力气的人，真的那跑的没办法让人，整个啷个都不行。在上班的，去上班的很久了，这不是结果了是。所以啊，佛法是什么呢？那事实上呢，就是在修行当中呢，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到呢，那么这些烦恼啊，就是说这些恶业呢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断除恶业。那么呢，进一步呢，我们去了解到这些恶业呢是怎么升起的。那么说，这些恶业是由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各种的这些妄念，因为妄念升起的缘故呢，所以呢。见次的呢，他要造作的各种的这些业，所以呢，我们讲呢，由我们自己的内心升起各种的这些妄想念头，那么所以呢，造作各种的恶业。那么内心的这些个妄想念头呢，要借由我们自己的智慧，那么来加以觉知。那我们内心里面呢，借着这个智慧，我们能够觉察到。现在这个是善的念头，那么这个是恶的念头。由于这种恶的念头，有一种嗔怒、嫉妒等等的恶的念头呢，
那么叫做各种的因缘，那么啊感得这些啊畜生等等这些的身心。所以呢，在这样的观照当中，由这个智慧，我们了解到哦，这些恶业呢，都是由烦恼而升起的。所以呢，渐渐的我们内心里面呢，就会去降伏、平息这些的烦恼。那么呢，内心在那个当下呢，那么因为降伏的烦恼，那么自然的呢，内心里面就开始升起了这个喜乐。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希望得到喜乐，希望远离痛苦。那么在这个观照中，由于因果的关系，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因为内心里面具有这样智慧觉知，具有这种慈悲心的缘故呢，所以呢，自然的具足了喜乐的因，自然的得到的快乐。那么呢，自然的平息了各种的方面烦恼，内心里自然的离苦。所以呢，在这样的观照当中，这是非常的重要。对对对对让红的起来，哎，可是个，现在个那多没了身体就不动，我那多没了身体就不有了嘞，棍子长毛子，哦，那多没了身体那啷个，他脱掉了，身体上就上地人所上地的，是上地的，可是个那个个，身光身体也是上地的那个位置，这个怎么就通了？上地呢，那多。这个就多把他们这么上去了，这么把他们他多把他们带进去，多大的地方放进来，没看过刚刚了，哦，现在了，你们都吃，上去吃进去，你们都下火，开下火，现在了在放掉，那个就等的那块嘎毛吧麻鸡，你们吃上那下火了。到底就这个人身上发达的差身上发达的差这个东西就把它我这个就把它差了身体又让人哈佛了身体又让人哈佛了这垃圾我们的该是垃圾我们有的垃圾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放开了走走走哪个垃圾没的垃圾我们的身还有三五星期十八的我也是我到哪个哈佛了？哪个啥子哦？你是不是你都没得去哈佛上啊？嗯，你就是来了，多大个钱吧？这个你们都当然多大个钱吧？哈佛的，你走了他，我到大学去一千万的，一批落实到中国的，你这马上把移民落下当中的，一批落全部，干脆从你咋不的也不差了，等于落实了。这是人生路长的呢，这个挂到长的，弄出来我们好好的。所以呢，以上所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能够这样的观照呢，那么就是所谓的这个圣观，我们讲十根观，这个圣观的这个部分。那么讲的那么。有没有哪个众生呢？他真正的就安住在这样的这种，最初就安住在这样的圣观的清净中呢？就像有的，就像普贤王如来，那么他是如此的已经获得，就说证得这样的成就的。所以呢，普贤王如来呢，他也讲，那么众生呢就是佛，所谓的众生就是佛，指的是什么？众生的心性，他的心的本性呢，那就是圆满的。这是圆满的佛。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佛法的观修上面呢，让我们去这样的去观修，那么平息所有一切的这些，那就表示呢，所有一切众生都就它的本质呢，就是佛。那么说呢，了解了这个心性的这个意义呢，这也就是了知了这个圣义谛的。这个意义，那么就这一层而言，众生跟佛呢是无二，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呢，怎么样的去认识到就是众生的心性与佛是无二无别的呢？那么这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心所升起的这个念头上呢去观察。那么当这个念头
好升起的时候，观照的念头它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那这个念头呢，在当下你观照这个念头的时候，这个念头呢，好仔细的那个当下，你如实的认识到自己的心，它是那么广大，如同虚空一样。那么在那当中呢，你真正的啊了知到自己心的这个习性。那当你呢认识到自己心的习性的时候，那么这也就是啊真正的认识到所谓的啊圣义谛的这个意义。但是呢，这样的了悟呢，它并不是透过呢我知道这样的达到的，可是呢内心里面需要呢从这个慈悲心具足这种慈悲心的这个观修，然后呢才能够啊如实的达到。如果只是说我知道这些道理，我们是啊没有办法如实的啊证悟的。这个大家马西啊，可是我比较内容的，我比较内容的是，这样大家。我家是那方面的钱是我赚不了的，那方面的钱呢，一两呢，就是过程中大娃子，我大娃子生下个疫苗下过程中，生了疫苗下，我大娃他就搞的，我娃子多少年前你开始做的，那你已经是今年，这个恰当的方法都对，苦些些东，你这些东，你这东，就理念上不了的，理念就是。查龙岛查，到四龙岛查就红了嘞。这个就会，我娃子你突然他这个脾气有了，那我我从前面就把查龙岛这个脾气有了，这个两天又查龙岛了，又搞不了嘞。我娃子你，他把脾气就他把内部的脾气就他把那个嘞。观修的时候呢，没有妄念，这只是修行的一个境地而已。但是进一步的要去认识到就是心的这个体性，那这是更重要的。有了这个修行的境地，进一步呢，在实际的观修上面呢，我们就讲呢，需要具有持续的这个正念跟正知，这样的去做修持，这个是观修中最重要的。这个人在家里，你在国国里，家里什么，他都做不出来，做啥就成做不了。
这些东西你往这儿看，就三十岁不难。哦，他没去考到呢。哦，这怕也是，妈妈妈是把吃掉了嘛？因为啥呢？哪里去吃不了呀？因为今年多少岁？几岁？是呢？那个怕吃掉粮食哪里得吃不了了？啊，妈。那所以呢，前面就讲，很多人呢认为，那么所谓的观，啊，事实上呢，这个观呢，它并不是只是安住在一种啊无念的这种啊这个等持的这个状态当中，而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啊情境中呢，你在这个圣观升起的时候，那么所有一切的妄念啊烦恼呢，它是自然的，啊，完全的止息的。那么之所以会自然完全止息，这是因为我们讲的慈悲，我们修习的人当中呢具有这个慈悲心，那么因为慈悲心的缘故呢，所以各种的这些初的烦恼妄念呢，它呢完全的能够降伏。比如说呢，因为我们了解到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内心里面呢深刻的了解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的缘故呢，所以呢，当你看到有情众生，对这个众生，那么要升起这种恶念啊、嗔怒啊、嫉妒等等的恶念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不应该的啊，升起这个念恶念呢，那实在是很羞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因为内心具足这样的菩提心的缘故，所以呢，这些初的这个烦恼啊、妄念呢，它自然的就完全的止息。然后之后呢，就在这个心。烦恼妄念止息的那个当下，那么自己的心呢，具有那个清楚觉知的那个当下呢，就是圣观。这个大家常啊，罗马文言没解释有哪样大家，我说，关于就地吧，就上地吧，就是哪个国家没错，农业就大地嘛，没错。第一点是大家没搞清楚的，大家都是不容易，好说呢。就大地的土地就有个不是，大地的国家，上帝的第二个就有个不是，你说哪当？你王家后边，你恰当不搞的，哪个嘛也恰当不搞的，先查房子查住了，明确家里明确了那个，电脑查住了，啥都查完了，那多的呢？저라는게다다끼는미토를이제방안에서재미있게하고그러라어디에산소생말이원하고차트는말이那我们就讲，我们呢很多人呢，虽然经过了很长期的啊多年的这个禅修，但是呢，对于这一层呢，就没有把握到的缘故呢，我所以就说内心里面呢，并没有真正的从这个啊慈悲心的发起的。这个部分呢，去观修的缘故，所以呢，虽然啊长期的在做禅修呢，但是内心里面的这些个啊嗔怒啦、嫉妒等等的这些个烦恼呢，那么他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啊降伏。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些妄想念头呢，它只是什么？只是像大海的这个波涛一样。但是呢，我们不了解的缘故呢，就我们现在自己的这一心呢，它就形成像是冰块一样，是非常的结实扎实的，所以呢，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这个修持的话，那么这些个烦恼它是无法能够消融的。我大你梦没吧？我们家现在的人有嘛穷的我说的，有嘛穷的啊？我大你梦没吧？有嘛穷的我说的，有嘛穷的人对了，谁当他他都穷的穷啊？我们这大的，我们这个还有别的，你们啊，从此到处都要来挤。我们讲呢，观修的征兆，你有在做禅修的征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烦恼呢，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降伏。这就是你真正在做观修的征兆。嗯，这里这边大大，啊，可是光讲光讲嘛，现在这个上通起来的。让他们需要的长期日子的长期做日子的身体长期长期的身体长期的一件事就是没打不到抗生身体的肉有讲没讲生死老的肉
马多克是那是强烈的，马多克那是那么几个，菩萨啊，具体啥什么也修有了。马多克那是在长安有的，是过来有的，长安有的。那么虽然这个修行当中呢，这个圣观的这个智慧呢，就是究竟成佛的因缘。那佛说呢，所有一切众生呢都是佛，这个指的是众生的心呢，那本来就是佛。啊，不单是一个众生，是三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那么呢，他的心呢都是佛。但是呢，因为不了解这个心的缘故呢，所以呢，这个心呢，它反而成为是这种意识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心性反而落入到这种心识的这种状态当中，就是这个心识它能够觉知一切，能够觉知啊外在世间的各种的法，这个成为这个心识的作用。嗯，남시남시대라보다보다의배송에남도죽거듯말을하고고말을들라하죠남도죽거듯는이말이죽었어야오버도나모르겠어모든자를타이모르겠어말이죽었어맨날생긴다는게추당뒤에본디이와생긴종류를추당뒤에영혼을추적거지맨날죽어마도죽은낙하다고最好的大大大大的那多模型的是吧那么模型的是吧那么模型的是吧这就是在那大的我的意思那么此这个心呢它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呢那就是法身那么呢这个法身的境界呢就像啊就是普贤王如来就是所有一切诸佛的那个境界所以我们讲而这个心性法身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当下我们的那个念。我们讲呢，我们当下的这个念，因为我们不认识它的本质的缘故，那么它就是妄念。但是你认识那个念的本质的话呢，那么它就是心性，就是法身。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啊！好，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八。